我刚好也有看到《人选之人》啊，然后也有看《模仿犯》，所以能够入围真的都是好作品。일단은제가저번에왔을때우육면을먹었었는데그게너무생각이나더라고요그래서이번에도꼭먹을생각입니다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想事成。真的是一起长大，一起长大。就跟你说了放手，不要再跟好了。我不想，不想，不想，很想长大。Ella 昆达时尚趴不打官腔，蔡依林飞机上杜姑过生日。是精品旗舰店开幕 ，Ella 以招牌狮吼祝贺昆达入围金钟，两人先打官腔，互相抬轿。哦，那时候 Energy 来的时候，哇，现场的那个歌迷都尖叫到要疯了，你知道我耳朵都快要流出耳油了。SH 也是，对，还好你有胡振志，很会做人。接着就失控了，真的是一起长大了，一起长大。就跟你说了放手，不要再跟好了。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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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苏妈妈杨景华也来了，一向并影的场面最适合讲场面话了。我刚好也有看到《人选之人》啊，然后也有看《模仿犯》，所以能够入围真的都是好作品。这样的好习惯也影响了韩国帅哥安孝燮。大家好，我是安孝燮，欢迎收看。일단은제가저번에왔을때우육면을먹었었는데그게너무생각이나더라고요그래서이번에도꼭먹을생각입니다哎呦，怎么讲的好像南韩没有牛肉面似的。说到客套官腔场面话，我们是不是漏了谁呀？好了，我刚才好像有稍微像一阵风看到他这样。我好像是看他的室内相亲，本人皮肤好白，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想事成。分享这个愿望给大家，要飞去合肥的日子，所以可能就在飞机上睡觉。九零真棒，最爱你了。那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行头吧。秋冬系列女装也非常非常令人惊艳，那这一身性感穿搭也请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我是秋冬，它是比较，我感觉有点睡衣风格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摇滚精神在里头，让它综合一下。所以九零会换睡衣就寝喽？我就是睡觉一套，起床一套，居家服的风格这样，所以在家里也常常换衣服。三立娱乐新闻不如赶快回家睡觉报道。